新舞台，原住民，我是沙丁喽，我是沙丁嘎嘎马波龙，我叫大熊。哎、hey, ，欢迎大家在礼拜天的月亮时间8点到9点呢，收看我们的部落新舞台。只要你敢秀，爱秀的朋友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才艺，都可以来节目一展才艺哦。只要你一线，就有奖金给你拿哦。俗话说得好，学武能强身健体，保家卫国，不仅身体健康，心情也更开阔。而这个风气似乎也吹到校园里去了。对于体育专精的族人朋友来说，学习武术特技也开始成为了挑战自己的方式。为了让学生们有一展长才的机会，今天的新舞台就要来一场校园特技挑战赛。而原住民和特技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看今天的部落新舞台校园特技挑战赛。至于要怎么拿奖金呢？我们有非常严格以及明察秋毫的评审啊！左边呢，这四位呢，都是猛男啊！哇，部落的 manpower 来到我们现场啦！直男壮啊！哇塞，你看左边就是机场啦！是啊，我们是不堪哦，我们也不是这么弱的人呐。对啊，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嘛。那当然啦，是不是 ？Manpower 上道具。呀！呀！爱你哦。你们两个，我告诉你们，哦，没有什么好介绍给大家的啦。来，大雄，麻烦一下，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哦，绝对不是伍佰来唱歌，看左边，看右边，看我们部落新舞台这一边。哎呦喂，弄错了呀！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特技以及才艺呢。是啊，可是我们呢？就是要为大家服务的，就是这个部落金创膏。若是你训练特技的时候有受伤，这个是非常好的良药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金创膏啊，对。至于有怎样的特技呢？好比说，大雄，哎，皮砖的部分也是我们哎大雄最会的部分，你说是不是？如果是的话，给他敲锣下去啦。好，那绝对就是啊。哦，勇气，勇气！我不是就拿这个锣而已吗？为什么还要表演？那个锣都用剪的啦，是哦，不知道吗？你看哦，这个真的是真的，货真价实，这个是真的是真的，真的，因为真的要讲两次啊，这是真的是真的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距离，好嘞，我帮你拿，拍手。明显的就是这个不是要垫在这里的，是擦汗的。哇塞，货真价实的右手啊！先给大家看一下，绝对没有受伤的右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好的，有很多的毛在上面。到底大熊的特技会有怎样的呢？现场要准备倒数了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。红肿的部分有没有红肿的部分？这个时候呢，来，请用你的左手拿。哎，这个部落金创膏到底有多好用呢？来，现场它绝对是外擦用的哦，千万不要拿来口服，口服的话会变成怎样呢？来，口服。好的，哎，嘿嘿，来，注意看这个手会有神奇的变化。出来，好了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今天部落新舞台热情的款待啊，各位练习特技的原住民，这两瓶我绝对不会送你们。来，现在就先有请我们的 manpower， 来，我们收拾一下现场的这些残骸。哇靠，大雄你真的厉害。是啊，下次也是要练习劈砖哈。嗯，不要了，你看手已经这样。你刚不是口服了？口服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我不能回来了。哦，还是要擦了，等一下我帮你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今天就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嘛啦？
我当然知道，就是我们校园特技的 PK 赛啦。至于比赛呢，一定要我们的比赛规则。当然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部落新舞台的比赛规则如下：每周会有三组团体或个人进行比赛，比赛分为主题表演及加分题。主题表演时间为3到5分钟，加分题时间为1分钟。评比标准为创意、精彩度、完整性、团体精神等4项进行评比。评比方式为举牌，每个评审皆有3组名牌，得牌数最多者为优胜队伍，即获得10000元奖金。究竟谁会是部落新舞台本周的优胜者？话不多说，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好，在看完了所有的规则之后呢，大家都清楚了怎么拿奖金啦、啊。那首先第一位要来参赛的是来自泰雅族的严采薇，现场还有他的加油团哦。我们来听他的加油团的声音，预备，上升，采薇。的加油团，我采薇，采薇，然后自己采薇的表演呢，真的是让人家啧啧称奇呀、啊！什么啧呢？什么啧？折叠车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是不是很迫不及待想要看他的表演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他的表演吧。可以上部落新舞台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想要让特技，然后让所有的原住民的朋友可以看得到。活泼好动的采薇非常喜爱表演，目前就读大学2年级的她参加过民俗体育竞赛及国术比赛，而在部落长大的她让她在表演过程中大方自然，不畏惧也不紧张，并且更勇于挑战自己。她希望自己能在表演的这块领域上能有一片天，将特技发扬光大。而她说过，因为我热爱表演，我只要做这项表演，我只要有进步，我只要看到我爸爸妈妈可以笑，我的哥哥姐姐可以笑，我觉得那是我让我很快乐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家人都是我动力的来源，奖金是我的，你们想都别想。
好了好了好了。哇！别闹了，我们刚看完了小薇的表演啊，这边有几个小小的问题想要问你。嗯嗯，你觉得软骨功啊最难软的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动作？最难软的地方？最难软的地方？对啊，因为总是你在这样折折撑起的，一定有一个不能折到的地方吧？最难软的地方就是腰这一部分啊，是啊，还有背这一块要开，如果你的背不开的话，就是开怎么开？有钥匙？没有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李小龙呐，什么李小龙？李小龙，这样的有没有？他，对啊，是，哇。怎么会想学这个软骨功呢？就是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吗？是啊，就是练软骨功就很像练瑜伽一样，它可以放松你的身心灵，然后可以拓展伸展你的筋骨。筋骨对，哇！你今天精彩的表演，如果真的得奖的话，你那个奖金要怎么利用？存钱啊，存起来。是啊，就以防万一，就是暑假没有工作。你这样的表演不用怕啦。是啊，对啊，还可以，还够学费啦，10000块还够学费啦。对啊。不过我说实在的，彩薇你真的很厉害。真的吗？就是你，我很想问你，就是你练多久了？实际练是从国一练到现在大二。哦，国一，所以国一算是八九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八九年了。哦，好厉害，就是其实。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我知道，就是他们在拉筋的时候是最困难的，因为要让筋骨开啊。对，我觉得你今天一整个搭配起来都很棒，而且我发现你的表演真的是你把你自己融入到那个音乐里面，然后甚至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韵律在，然后你还会跟着唱那个歌，我觉得这是一般很少表演者他们会注意到的。对，那下次直接拿那个麦克风这样唱歌，顺便这样子，那更棒哦。对，不，那个我是很想尝试一下那个专辑，对不对？蛮好玩的，对，你不要可以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试试。好，来气运丹田准备要劈砖了。这还蛮，我觉得平时来试一下。保普，我们保普，对，保普也是猛男都出来一下试一下。我介绍一下，保普他也是那个体操队的，千万不要小看体操队的，体操队的，体操队。来，马上来！哦，哇，这好难，这简单啊！哇，真的吗？来，谁先试？这个我先来，好，王道，哎，王道先来，一人一项，一人一项就好了啊！哇塞！哇塞！OK， 哇，他脸非常棒啊！好了，我自己觉得哈，这个项目我比较不专长。你要下腰，我很想尝试一下。好，但是来，袁凯，我觉得哈，你今天来你下腰就没有意思。看看他的身材，我跟你讲，觉得你应该用胸口来夹爆这个。耶，不错啦。他胸口已经有魔戒了啊！对，没有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动作，因为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有练那个动作，就是那个起来那个动作。可是，对，可是很久没有做了。可以试看看弹地板，试看看弹地板是可以的。我没有办法直接下去，我可以先坐的。没有，就弹地板也可以。哇，给我掌声一下。好的，朋友，我腰很硬，给他掌声。尤其练了健美之后，腰非常硬，真的吗？好。脚开点蛮细，然后拼了，这边腰往上挺，来喽，预备，走，坐着停，停起来，哇，拍手，可以躺下，这个，哇喽，哇。哇塞，哇，不简单，再搭配这个身材，你应该是未来的阿诺斯瓦，原住民界的阿诺斯瓦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应该脱衣服的哈。老师，我们给他一个题目怎么样？好，给他回家。现在在考评审，比较简单的了。没有劈腿。劈腿太难了吧？可以的，你可以了，我们会帮你压下去的了。他劈起来就没有办法，他怕裤子啊，裤子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要劈吗？其实。你看你的极限到哪里了？半开好了。拍手，可以嘞！哇，怎么样？如何？还没叫你起来啊？怎么样？马
爽的，我都发抖了啦！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哇，来来，我们谢谢四位评审的哇，今天真的是考验评审的，哇塞，哇这一期哇真是好好赚了哈！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！哇，哇四位都出来了，你的魅力还蛮不错的嘞！谢谢谢谢！哇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一号小薇的表演啊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塞，非常精彩的表演啊！第一个已经是个评审了，后面哇塞，就请那个制作人都一起来玩好了。哦，好，都快摄影，那个摄影大哥啊，全部豁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我们的部落新舞台。暴力这东西是我们男生都要会，然后我只是比较强。比较强而已呢，那你这样我们有很这里现场很多不是男生，不要啦，就是像我们空中也要上去哦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要暴力。如果你要的是我，那就把你的心全部交给我，无论在何方，不管下着大雨，电话留给你。啊哈吉他。Yeah！ 欢迎回到部落新舞台。哎，刚刚那个哇，小薇精彩啦，精彩啦。那第二位就不一样喽，他是阿美族的陈文龙，现场还有他的加油团，我们来听他的加油团的声音。预备，三声，文龙，文龙，文龙，赛车！哇！赛责任，赛责任，加油的意思。哇，陈文龙他的表演是怎么样的呢？听说是颠倒，颠倒人颠倒。我们原住民讲话已经颠倒了，他还可以颠倒，他的歌曲颠倒。我也不知道怎么颠倒啊。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想要了解呢？那我们就来看他的明白啦。喜欢游泳、打球和跑步的文龙是戏曲学院的高三学生，曾经获得体健杯第三名。部落给了自己很自由的发挥空间，让他能展翅在天空飞翔。他希望透过比赛能让全国知道特技的厉害，最重要的是能挑战自己，创造最好的成绩。原住民运这个都已经很少见了，是吧？我想就可以让大家知道，是原住民是可以练得很强的。不管怎样不累，我也要就是看可不可以达成，这样，不管成功或失败，这样。不用比了，我就是赢家。
表演啊，小龙，不简单呢。小心不要惹啊！是哦，哇，身材棒哦，三指腹以上，哦哦，刚刚我看到你这样表演，非常的紧张，嗯，会啊，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嗯，真的，没有啦，我说你怎么会想学这样倒立的那个，哦，功夫啊？学校学的，然后再加上倒立这东西是我们男生都要会，然后我只是比较强而已。比较强而已呢，那你这样我们有很，这里现场很多不是男生，不要啦，这一下我们空中也会上去哦，可以吗？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要倒立好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已经想到这样会啊，暴动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不是，你不能讲说男生都要会，在学校在学校的男生都，我那你们学校不要去读好了，我那太过分了，还要倒立之类的。他最困难的地方是在那个不那个姿势。平衡的时候，就是脚在空中的时候，是，因为腰脚没有力的话，就会这样动来动去。你每天都是这样走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真的好稳哦，真的真的。谢谢。哦，啊，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部落新舞台？就多一点比赛的经验啊，然后让原住民看一下。哇，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原住民不只会捕鱼啊、打猎之类的，我们还会倒立、射飞鼠。倒立还会射飞鼠，厉害了！这个被抓起来被黑熊抓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的身材是哇，相当的鬼斧神工呢哦。没有，就练出来。可是这个刀疤跟倒立应该没关系吧？是不是？你学坏哦？我没有。你这是怎么样？说清楚，讲明白。这个上山砍藤青的时候用到的。哦，上山砍藤青用到。藤青的。哦，也是有在帮忙家务事啦。也是啊，认真。哦，你刚刚一直这样动，是不是很冷？会不会冷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对啊。我是很冷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请一下我们的那个吴彦凯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觉得这个舞台哈，留给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，尤其是他那个瞬间的那个爆发力，在最后一个动作，对啊，哇，那个真的是令人啧啧称奇。瞬间要平衡完之后，马上就跑到推开，掉到地面，然后要撑住那个爆发力的训练。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，就是因为这个训练其实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辛苦，非常非常辛苦。你会稍微讲一下你们训练过程，还有如果有原住民的同学啊，或朋友、同胞想要一起投入这样的一个行业啊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运动也好，你会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说练特技就很辛苦是没错，但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好比说，就忍耐啊，就你一个人倒立要在那边十分钟，这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很辛苦。文化艺术的东西，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有多的资源去重视它，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个舞台，我觉得严氏的这个制作团队真的很棒，让这些人出来，对啊，看到他们，给他们鼓励。所以这个时间给你，你会讲一些分享，或者是想要感谢，曾经一路上陪着你的人。好比说你现在已经得奖了，可以的啦，龙。我现在他有很多感触想要分享了，对啊，情绪已经来了。讲哦，练这个特技会受伤啊，然后我知道也会难过啊。但很多都是老师们的支持跟同学们的，就是互相加油鼓励，才会练成功。对啊，爸爸妈妈有没有劝说阿龙？就这样了啦，好了啦，你每次受伤这样，对啊，每次都是那个去中药店去买什么这样给你用，而且你都是用倒立的这样去买酒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就感谢教导我们的老师们，对啊，很辛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也是从不会到会，那段过程也是要一个一个扶啊，对吧？不可能就一下子就会耗住，对，然后就老师们也很辛苦，真的。爸爸妈妈有反对吗？他说假如练出兴趣就努力了，就加油，也是支持。所以真的父母非常伟大，真的。家人的支持是我们小朋友成长的最大的动力啊！是不是？是是是。
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对的，对啊，大雄最清楚，因为刚那个P砖也是，真的。今天所有的特技都是非常的表演，我们也谢谢小龙你的表演，好精彩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再来，我们那边吃。哦，哇，接下来特技也就更猛了，因为大家都已经这样豁出去了。对啊，还听说哦，下一位是踢完呢，是不是很期待啊，观众朋友？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马上回来我们的部落新舞台。新舞台，哎，刚刚看完了一二组的表演啊，哦，非常的精彩啊，接下来呢，第三组啦，最后一位来自泰鲁格族的张慧瑜，现场还有他的加油团哦，慧瑜强，慧瑜棒，慧瑜慧瑜你最强，哇塞，哇，这个。张慧宇张同学啊，哇，她是一个非常闷骚的小女孩，闷骚哦，可是闷骚她又喜欢跳舞啊，又喜欢表演啊，又闷骚还要去比赛，对呀，干嘛要去比赛？跳脱鞋子，跳舞还要打赤脚，对呀，她以为她是盗垒哦，到底她会呈现出怎样的表演呢？我们就来看她精彩的表演。慧宇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闷骚的女生，非常喜欢倒立翻滚，参加过体操比赛、金奖比赛、武术比赛，有非常非常多的表演经验。不喜欢穿鞋跳舞的她，希望有一天能变成专业的舞者，并且回到部落教小朋友特技表演。当然，在那个之后，大家都可以不用穿鞋跳舞喽。我觉得我们原住民的小孩子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来读，就是像我们这样这么学特技的人一样这么厉害。我的强项是自己很有爆发力，因为我每次在练习有比赛啊，他们都看我很冲。我觉得拉筋那个痛啊，是比那个比超体能那些还要痛。我觉得自己最不能忍受就是拉筋。奖金是我的，门都没有。No.
哇塞，精彩的表演。哇，踢完要在二楼。二楼，哇，他刚刚站好高哦。对啊，结果你，哇塞，不简单呢，个头那么小，然后，有买篝火。一开始是先老师给你这个碗，然后让你去习惯的重量，也没有给你骑单车。哎，刚讲到重量，这个到底有多重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大雄，哦，刚刚击破，击破，没有，称一下，我讲错了啦。哦，还蛮重的呢，你看肌肉。哎，小雨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？可以哈。啊，你在就是在练习的当中啊，有没有曾经就是踢错，然后打到自己的脸啊？有啊，很长。很长哦。对，就习惯，就是头啊，还是脚啊，要不然就是背啊，就都一直敲。是哦。对。啊，你那么辛苦的练成功啊，来到部落新舞台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大家的？我想分享给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小孩子看啊。哦，就是想要去教他们这样。对对，我有兴趣。哇，你看，他愿意将他的十年的功力有没有分给我们部落的小朋友？你看，啊，你在练习的时候有受伤啊？有没有曾经就是隐瞒伤口，就是不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？有没有这样？对啊。隐瞒伤口。就好比说，哦，这边受伤啊，或者就哎，回到家的时候，爸你好，然后就稍微遮盖一下这样。对。刚刚被蜜蜂叮的，都看不到。哦，都看不到。对啊，这没关系，就是，就不要不会想让爸爸妈妈担心啊，就是，就会真的很痛，就会去看。据说，爸爸也有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现场在那边。哦啊，他有没有曾经一度就是，看到我们小雨受伤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跟小雨讲说，因为你是宝贝女儿嘛，因为小女生难免受伤。父母亲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又跟人家打架了，或者是不是？可是爸，其实我是受训这样的。哦。啊，爸爸有没有曾经一度就是说，啊，不要练了这样？对啊。不会的，他会支持，就是，哦，他不会想让我说放弃，既然练了就都练了。哦，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听一下爸爸。来，我们听爸爸讲一下。不要害羞。哎呦，哦，他比较害羞。没有关系啦，讲几句话好了，鼓励一下，稍微一句鼓励的话了，哇，真的很客气呢，加油就好了，加油。加油的一句话，爸爸的一句话，加油就好，里面涵盖了很多的爱，很多的担心，希望小朋友以后成长成就呢，都能够因为你这个女儿。荣耀，你的特技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骄傲。对呀，好棒哦！听说你不只是会踢碗而已，还会武术哦。哦，那个是国中啦，我比较擅长体操。国中就开始有武术了？对，人家就已经体操了，你还一直逼人家国术？我比较喜欢体操。他比较喜欢体操。哦，那武术是男人在用的嘛？都有啦。好了，你不要闹了，可能我们这样光说不练哦。对呀。无法考证啊，对啊，这个铁碗，如果说我们一直给评审玩，也不是说，哎，什么说服力也是不太够啊。套过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更不可能说，哎，啊，我们有套过，或者是怎样啊？他们有练习啦之类的。观众朋友，他就没有练习过喽。来，我们第二位观众朋友，好来，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蓝色彩球的那个，彩球的，彩色，哎，蓝色衣服的那个，啊，戴帽子那个，这个是因为。掌声！戴帽子，耶！哇哦，这样的身材应该是要踢脸盆吧？你不要闹了。我们来证实，一定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？大家好，我叫加油团。哎，那是加油团。我们全国姓加的人不多呢，哦，加油团就对了。来，我们来体验一下。哦，要不然我们都没有什么。嘿，先教他，先教他。你的那个头发会那个吗？哎，就会滑掉。会滑掉啊，会滑掉。对，哎，哇，还是露脸的哈，哎，拍手，拍手。对，这中间位置，找到你的平衡点，就是刚刚好，有吗？有。耶！对，来走个三步来，一步，two, three, four。两步，三步，拍手！哇塞，耶！哇，你看我们家小姐非常的厉害呀！好，加油！你不要动，手不正，弯手不正。对，这是脚背要勾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这个接到哦，
今天晚上大雄的主持费六分之一是你的啊。好，抬起来，慢慢抬起来，还是要保持勾的，对，我希望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扶，就直接去这样接，没关系。好，数到三的时候，一、二、三，踢。来，我们来问一下那个佳小姐的那个心情，刚刚是不是真的很重？很重，重哦，真的很重哦。啊，然后你还要扶那个，还要这样踢，那个感觉是怎样？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厉害。你看有没有拍手？来，谢谢我们这个观众哦，这个佳小姐，哎，您的帽子，哎，哇，不简单呢，不简单哇！再次给她热烈掌声好不好？耶！哇，那我们也谢谢小雨，小雨哇，真的是好棒的表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来这边请。哇哦，在看完三组的表演，我们也证实了所有的特技呢都是经过训练的，在家里千万不要随意任意模仿哦，小朋友不要练习哦。嗯，待会呢我们成绩即将揭晓啊，但是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我们的部落新舞台。这三位精彩绝伦的特技实在是难分轩轾啊，太难评了！评审面临史上最大的危机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评审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呢？如果你要勒死我，那就把你的心全部交给我。无论哪个方，不管下着大雨，电话留给你。欢迎回到部落新舞台。哎，刚刚看完的这三位的表演呢，都非常的精彩。严同学的什么东西呢？哦，他是表演我们折戏的软骨功啊，及我们小龙的，哇，他的倒立啊，颠倒啊，扣人心弦的最后一关呢，有没有？啊，再来就是我们的独轮。哇塞，车都比人高，但是人比车凶啊！是，哇，相信评审全部都会头痛啊！开始头痛啦！哦，那我们也请四位啊，好来评一下刚刚他们的哦表演的内容啊！啊，来来，其实我个人觉得今天真的太难评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强项，那他们的表现都非常淋漓尽致，不管是台风也好，或者是他们的专业的技能也好。我觉得你们都很棒，而且我们在你们的身上也学习到，就是年轻人的那一种刻苦耐劳。嗯，因为这些特技都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，对，来去练出来的。你们真的很棒，让我们真的很头痛。嗯，因为你们太棒了，再给你们一次热烈掌声好不好？哇塞！来，我们再请我们第四位马少。看到部落的小孩子啊。然后从那么远的地方到台北，然后为了学特技啊、舞蹈啊，对，我觉得那种精神就已经超越我经历过的那个过程了。我觉得非常值得鼓励。然后那个谁，采薇在拉筋的时候，哦，他们软骨功，哦，刚才去化妆室我有稍微试一下啦，结果我现在碰到现在现场示范，晚上我本来要这样子的，就不行了。我觉得真的很辛苦。然后那个。倒立那个是不知道怎么说了，根本无法你连抬我的脚我都会倒下去了。对啊，那个小雨那个就那个碗，我以为是塑胶的，没的，结果竟然是钢铁。哦，那个如果打到你的头会怎么样呢？会怎么样？只有一个答案，很痛啊！好了啦，就是对啊，不是马少，就是最简单，就是拿来敲看看你的头会不会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，也是很难去定夺胜负，可能要看待会你们三个的加分题。对的，谢谢四位。我们四位评审的评语之后，对，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原住民特殊加分题啦，加分题啦，那我们就来看他们的加分啊。
side, not in my line. It's a new generation. Mr. Worldwide. Of party people. Get on the floor, darling. Get on the floor. Red wine.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party people in the club. I don't sleep or snooze, snooze. I don't play no games, so don't get it confused, no. Cause you will lose, yeah. Now pump it up, like a Tonka truck.以上就是他们三位的加分题啦。是啊，我们的采访真的非常头痛啦。对啊。哇，经过加分题的一阵厮杀之后，评审最后到底会选择软骨的采薇、倒立的文龙，还是热力十足的慧宇呢？实在是太难做决定了，究竟奖落谁家？评审们，快给我们答案吧！要揭晓我们的冠军哦。到底今天奖金降落谁家呢？评审请举牌。哇哦，到底是我们的小龙呢，还是我们的小威呢，或者是我们今天杀出来的小鱼呢？哇，紧张紧张紧张了，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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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非常头痛啊。哇，哇，小龙，最后是哇，得奖的是小鱼，
来，小雨往前，小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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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眼花了，害我都紧张了，是谁啊？今天这个太难比了，连你们都。对不起，待会我请你吃牛排。小薇，小薇，今天更正一下，冠军就是小薇啦，拍手。我们看个亮灯，来，哇！也谢谢小龙跟小雨精彩的演出哈。小薇，等一下感言，你刚刚讲过了，好像有没有？你说全部奉献吗？没有。好了好了，那再重新再讲一次，真的得到了。我真的得到这10000块，我是真的要。就是陈乔，我真的怕我暑假没工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再就是会拿这笔钱，会请我的队友吃饭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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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哇呀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真的非常不容易，特技所有的表演台上只有呈现出5分钟，私底下他们孤独的时间，默默的训练，一个人到台北来，真的是不能。不能让我们一般人这些去想象说他们当时多么的痛苦。对呀，对。可是今天呈现出来的完整演出，再次获得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所有所有的人都是冠军，是不是？是。可是再次呼吁一下，前面的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呢？你们一定要来节目哦！只要你爱秀敢秀哦，就要来节目来表演哦！也别忘了我们每周日晚间8点收看我们的部落新舞台，原住民等你来上。你会跳这个吗？我也会跳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跳吧。